第一是感谢我的经纪公司金星，还有我的经纪人大卫哥，还有小江，他们还躲起来，哈哈。对，要不是我觉得这个音乐会有一点像我一意孤行说要办了，然后他就说真的吗？你真的要办？对，但是要知道我确定我的意志之后，就全心全意的帮忙我。包括我之前音乐会是没有宣传说我音乐会的，这次跑得还蛮勤快，然后多多谢谢大卫哥，对，还有钟哥、詹哥，多谢他们栽培，有星光帮才会有你们，还有当然是谢谢我们的劳苦功高的乐手，我们的 Ben Lee 的冠宇，不是要你这样要 solo， 随便你，你自由发挥。我有一只小猫，不是这首歌。还有我们的 programmer， 耶、yeah, ，我们的太紧张，小飘，刚才那个心里有鬼是他编的，对。还有我们的 keyboard 手彩珍 solo， 你弹那个 Canon D， 厉害吧？马上可以复制。我们 bass 手刘明，这个是很好抓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来试一下。还有我们的鼓手黑熊。没办法，都了，太厉害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样子，还没有，还有谢谢到场的所有的艺人朋友们，还有最重要就是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还有粉丝朋友们带来的家人跟朋友，对，我们下次见，如果还要继续唱的话，后面会听安口大不大声哈，好。